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。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阿里数学竞赛第十二名江平到底刺痛了谁。首先讲一下阿里数学竞赛，阿里巴巴、公益以及阿里达摩院联合举办的一种国际性的数学竞赛。呃，二零一八年开始啊，到现在已经做了几年了。二零一八年的第一届冠军是谁？呃，第一届冠军就是北大韦神、啊，奖金呢是四百万。 一共是金奖五人，银奖十人，铜奖二十人，优秀奖五十人。金奖三万刀，啊，是发美元啊。银奖一点五万刀，铜奖八千刀，优秀奖两千刀，是这样的一个发放方式啊。比赛呢是分为预赛与决赛，预赛呢是鼓励更多的爱好者参与，而决赛就真的是，呃，专业选手的比拼了。预赛呢，今年是有五万多人报名参赛。 而决赛呢，现在是八百零一人参与到决赛里边。江平呢，是预赛的第十二名啊。到底决赛会考成什么样，还不好说。江平呢，是整个这一次，呃，比赛里边最大的亮点。其他人都是什么清华、北大，什么斯坦福、普林斯顿，都是一些这样学校的人。江平，一位女生，涟水中等专科学校，呃，服装设计专业。 这个一看就跟所有前前后后的人有点不是那么搭边了，对吧？那你说再往后远一点的，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也有啊？比如说第一百二十五名叫王润秋啊，这个人是谁呢？是江平的老师，一，呃，涟水中等专科学校的老师，他带着他的学生参赛，他的学生十二名，他一百二十五名啊。那么大家就在开始喊了，喊什么呢？ 啊，落魄宗门捡到了天才主角啊，基本上是这个脚本展开了。啊，你想一个中专嘛，学服装设计的，跟一大堆名校毕业生去同场竞技，居然第十二名，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。而且后边他的第十三名等等的，都觉得这个啊日子没法过了，我这呃、啊、这个脸往哪放，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首先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。 这个江平是怎么去中专的呢？这件事情是大家觉得很奇怪，你为啥不好好上个中学呢？一开始第一个猜测是偏科啊，是不是有人数学很好，其他的科目不太灵呢？这个江平本人说我不偏科，从小家里人就跟我讲不要偏科，说我其他的科目考的也还可以。后来呢，有人指责说是不是江苏的分流制度有问题呢？ 呃，江苏呢，自古以来都属于是科举高考所有跟考试有关的地域难度的省份，因为那里就是，呃，鱼米之乡嘛，民众比较富裕，都比较愿意搞耕读传家这一套啊，大家都比较愿意读书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是面临考试选拔，他们那儿都很难。啊，那么是不是因为在江苏，所以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呢？ 江苏，我稍微查了一下，它的中考制度呢，也确实比较麻烦。高中还分什么一等、二等、三等、四等，具体的并不是特别了解，因为呃，那个里头的规则确实很复杂。有人把这个事儿怪到分流上了，因为现在我们要求分流一半的人去上中专啊，一半的人去上普通高中。江苏呢是非常认真的，真的分流了一半的人去上中专了。 那么这个里边就有像江平这样的啊天才孩子给人耽误了。那么还有一些呢，就说什么呢？是江平啊，家境贫寒，不是分流的问题。他呢分数是可以上普通高中的，他考上那个普通高中可能学费稍微贵了一些啊，因为家里头没什么钱啊，所以选择上这个更便宜的中等专科学校啊，学服装设计，为了出来可以很好的赚钱养家啊，讲了这样的一个。 因为这个分流这件事儿也不能背这个锅呀，这是政府的锅，不能随便甩的啊！这个后来也不行了啊，因为人家村里头说说人家里不穷、啊，我们这儿哪有穷人啊？这几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这个锅也不能背啊！那最后呢，呃，大家都要脸，都不能承认啊，既不是因为片刻，也不是因为分流，也不是因为家里穷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谁来背这个锅呢？ 最后的解释是这样的：啊，他呢可以上高中啊，考完的分数也够，所以呢不是分流的锅啊。然后呢也上得起，也不是家境贫寒的锅。那为什么去了呢？啊，说因为啊他的父母在外地打工，并不经常回来关心他的生活与学习。江平有个姐姐也在呃涟水中等专科学校学服装设计，姐妹情深。 两个人商量了一下，说算了，我也去学这个吧。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过程。那么这个锅呢，一定是江平的父母以及江平自己去背。那有些人就说，我我不认这个，一个这么喜欢数学的人，为什么啊放着普通高中不学，去学这玩意儿呢？我们不认可这件事情。我要去找江平问一问啊，你也没地儿问去。为什么呢？江平现在说了、啊，要全力准备。 决赛，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是预赛第十二名，封闭了啊，不能去接触任何的记者，也不能被外界打扰，对吧？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情。现在甚至连水都出来说：“哎，我们这儿啊，盛产学霸，实际上也就产了这么一个啊。”但是怎么说呢？江苏产学霸确实是真的。那么他到底应该去哪儿上大学呢？这是下一个问题。因为大家注意啊，他是中专，按道理说中专完了就可以就业了啊。 啊！但是你说他都已经数学竞赛第十二名了啊，跟这个一大堆名校的人挤在一块堆了，那么他肯定得找一个能够啊培养他继续在数学道路上发展的大学，得继续往前走啊。江平自己说了，我啊想去浙大，想在那儿呢继续深造啊，去学数学。那这一下这锅就扔给浙大了，那浙大呢？ 在这个时候，绝不可能说来吧，我们欢迎你啊！这个事儿是不能乱讲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很简单，在江浙这一带，实际上都是高考地域难度的省份。那么在这样的地方怎么办？就是一定是规矩大于天。你到底能不能招收他啊？你招收他了，需要破坏多少规矩？那破坏了这些规矩以后，到底有多少人会出来翻案子说啊，这个事儿不行，那个事儿不行，对吧？所以首先要考虑是这样的问题。 所以浙大的老师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好像不行啊！以你现在的学习的位置啊，你是没有资格来报考浙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中等专科学校它参加的是不是普通高考啊？它应该是参加叫做职教高考啊，就职业教育的高考。所以这条路走不通啊。我们没有职教高考那边招生的这个名额。”讲了这样的一个话，那大家想，不行了、啊、天才都已经展现出来了，都已经发光了。 你们这些人怎么还可以这样去不管不顾呢？太傲慢了吧！很多人又不乐意了啊！又有人想啊，说原来这个香港的大学喜欢收他们啊，港中文是不是已经接触了啊？港中文也赶快出来辟谣说啊，我们也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这个事情啊，我们也不能乱搞。为什么？因为港中文现在也是需要按照中国高考正常的去招生。你如果 想走高考招生这条路，说我想在高考的这个里边去招生去，你就得守这个规矩啊。那么他这个肯定属于破规矩的。那么按照规则，如果他真的去参加了啊，职教高考，那他可以去哪儿呢？就是江苏省内有三所啊职业大学啊，或者说是一些专业大学吧，可以去那儿。里头最好的一个呢，叫常熟理工学院。这个常熟理工学院肯定说，哎、啊、这。 赶快来吧，我们欢迎你啊！你可以在我这打好基础，然后呢，你考研的时候去考浙大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啊！而且我们两边也很近，常熟距离这杭州也不是很远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课程送你上那边去学去，肯定是举双手双脚欢迎啊！这是一个呃，算是继续可以捡漏的没落门派了。当然，也有人在讲说啊，已经安排了国外名校的面试官啊去面试去了。 去沟通去了这件事儿呢，最后还没有什么结果，还是要等他的决赛出来以后，看看到底是去哪里。如果国外的一些面试官真的能面上他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们面试完了以后觉得不错。”对，有很多人也分析了，女生学服装设计，还有一个这样的艺术类的爱好吧。数学还可以考的这么好啊！如果面试的时候表达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。 啊，那么国外招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，甚至还有人说啊，国外读书很好啊，什么这个我们就不去研究国外读书好还是国内读书好的问题了。总之呢，这也是一条路，再继续往前走，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结果。那么在江浙一带高考地域难度的地方，这为什么规矩大于天呢？就是不相信人啊，因为你一旦是相信人了，你说我们为什么？ 啊，不去搞一些这种啊，法理不外乎人情，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的路走，我们往这条路上走不行吗？江平已经体现出来他的能力了，这是个天才啊，没问题。虽然阿里数学竞赛并不是一个特别知名的国际竞赛，或者是年头很长的国际竞赛，但是呢，在这样的竞赛里头，你能够把这个题做出来。 真的已经体现出来他的能力了，我们为什么不鼓励他们去改变规则啊？让你能够把每一次这种闪亮的散落在沙子里的黄金挑出来呢？啊，因为大家不相信啊，真要搞什么不拘一格降人才什么这套啊法理不外乎人情这样的东西，那么有谁会去相信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这种人才会落入寻常百姓家呢？ 那些有钱有势或者有一些其他资源的人，是不是更容易被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去发现呢？他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只能相信规则啊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啊，江苏教委呢也出来做了回应，因为谁都不能背这个锅啊，江苏教委也不能背这个锅。江苏教委说，他只能参加这个职教高考啊，只能去这三个学校，这事儿是不对的。 说我们是允许他们去参加普通高考的，不是不允许啊，允许，也允许这些孩子去参加强基计划，也没有任何问题，啊，但是呢，规矩就是规矩啊，你如果想去参加这个职教高考，你就只能上这个三个学校，另外两个呢，不是不让你去啊，你可以去，我们有这个规则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他一个学服装设计的，在一个。 啊，中等职业学校里边去学，他可能数学老师还是不错因为数学老师可以参加预赛，考到一百二十五名，这个也算是不错的成绩。那么其他那些老师呢？他的语文、英语和其他其他科目的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有没有能力说呃，培训他去参加普通高考？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地方，普通高考的难度是地域难度的。 就算是走强基计划，说你只要基础课程特别强，其他的可以弱一些，啊，他这种职业专科学校里边的其他课程，甭管是课程安排、老师的师资力量，还有他的这种培训强度，到底能不能让他走出这两条路来，就是普通高考或者是，呃，强基计划能不能走得出来，其实难度很大啊，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了。 呃、啊，不太可能。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江苏高考规矩的事情吧，就是那个地方了，规矩特别严的地方，经常会出幺蛾子，因为那里也是呃、啊、天才辈出的一个地方。我记得我有一年呃、啊、坐火车，啊，当时是两个老夫妇啊跟我们家火车上聊天吧，说他们已经把家里啊所有的儿女都送到了清华北大啊，这是送最后一个。 小女儿去上北大啊，非常骄傲，非常自豪，啊，觉得这是莫大荣誉的一个事情，啊，这个地方确实天才辈出啊。咱们讲另外一个故事，二零二零年江苏高考文科状元叫白香玲啊，也是一位女生。她呢报考清华北大，像文科状元嘛，最高一名，啊，那你说这清华北大还不是随便挑了？结果发现都没上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啊，他的历史选修课是 B 加、啊，但是当年呢，就二零二零年规定的是什么？就是所有的选修课必须都是 A 或者 A 加，清华北大才会收你。他里边有一科是 B 加，那么就不符合这个条件，清华北大就不能收他。这个事儿没有任何通融可讲，你必须是按这个执行。那么最后他去哪儿了啊？香港中文大学。而且香港中文大学呢上来说，我给你一百万港币的奖学金吧，你到我这儿来。 他呢，最后就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啊，啊，后来改革了，说我们以后只考察高考分数，不再考察所有的选修课科目了，不可以再以选修课的科目的这个 A B C D 啊来去评判你到底收不收这件事了，啊，因为这个事情出来以后，清华北大也觉得面子上挂不上，对吧？人家有一个高考状元，结果我还收不了，对吧？你以为他们不想收吗？他们也想收，但是规矩在这摆着呢。 你如果把他收了，那后边的，比如说高考第二名啊，所有的科目都是 A 和 A 加的这个人，这个人后来是去了清华北大了，但是具体去哪儿我记不清了，他就会出来闹啊，就会出来告你啊，说对吧？你规矩明明是这样定的，我是啊，虽然高考的总分我是第二名，但是我的所有的选修课都是 A 啊，你怎么可以不收我去收他呢？他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，后来改嘛，就是啊，不避免这种事事情发生。那么。 江平的事情到底刺痛了谁？第一个分流制度，肯定是有人会去说：你明明孩子很好，孩子愿意去学这个，愿意去学那个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强制分流呢？这是第一个大家要去思考的东西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排在他前前后后的名校生说：你们这个。 到底行不行啊？也就跟一个中等专科学校的人考成了一样，这个我觉得倒不用为他们担心啊。人家既然已经上了名校了，呃，不会因为在阿里数学竞赛里的排在他前前后后，就会让人家的名校招牌受到任何损失。大家不用想这事儿。然后呢，是江苏的高考招生制度，比如说职业技术学校只能去泡这种。 职教高考啊，成绩计划，普通高考要分开去考，这种制度到底合不合理啊？可能很多人也会再出去闹一闹。其实真正被刺痛的是什么？是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这些东西是妥妥的阶级差异。大家为什么觉得啊，江平你冤了啊？你应该去上最好的大学啊，应该上国际名校。 结果你在这里被埋没了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大家觉得学服装设计的人不如这些学数学的人，觉得这是有阶级差异的。一个蓝领也好，其实服装设计都不能算蓝领，也算是个手艺人吧。啊，这些手艺人他的社会地位，他的呃未来能够达到的高度，跟这些学数学、真正做基础研究，我们现在还被人卡脖子这些领域的人，差着档次呢。 这个是真正刺痛大家的。如果说，哎，我做个蓝领，我做个服装设计，我也很喜欢，并没有觉得我低人一等，我也可以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辈子，大家就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，对吧？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现在被人卡脖子，基础研究不行，是不是反而是我们这里对于普通行业工人，对于蓝领，对于？ 其他这些人的就业不尊重所造成的。当各个阶层、各个行业真的说做到平等了、啊，像我们宣传的都是，呃，行行出状元，每一个行业只是分工不同，没有高低贵贱。当这件事情实现了以后，我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特长，按照自己的喜爱去寻找他的专业？对，哪怕说这是一个业余爱好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就像。 奥运会很多的国际上的奥运运动员、奥运奖牌的得主，呃，这奥运项目都是他们的业余爱好，是不是？只有到那样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些基础研究才不会被卡脖子呢？这个才是让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。好，这个故事跟大家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，请帮忙点赞、点小铃铛，参加 Discord 讨论群，也欢迎有兴趣、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。再见。